篮球比赛规则。篮球是用手玩的一种体育运动项目，所以在玩的时候千万不能用脚。篮球玩的时候要注意时时刻刻的让篮球在自己的手上处于运动状态，不能抱着篮球满球场的跑。篮球投篮的时候必须是水平的，不能发生倾斜。篮球运动可以单手双手来运动球体，向着任意的方向来抛球。篮球一定要保持运动的状态，也就是排球的状态，不能抱着球去跑投篮。篮球还不能触摸到自己的肩膀胳膊等位置，如果有了这些情况都是犯规的，甚至还会因为犯规而被停止比赛。